一小组当场被甩一巴掌，现场指挥警官衣服还差点被扯爆。劝群众别站在高处，下场就是被一堆水瓶狂砸。八百壮士揍警察不手软，远警爬上大门想阻止群众攻破立院，铁棍水瓶把他砸到满身伤。年轻远警站在最前线，承受八百壮士的推挤冲撞，时不时还得挨拳头。有年轻远警甚至被打到流下男儿泪，脸上红肿不堪，眼睛还挂着两行泪，同僚用双手捧着他的脸颊安慰，但八百壮士打人却通通蒙面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冲上围墙破坏大门，带头闹事的分子唯一特征就是把整张脸包得密不透风，生怕被警方搜证。一整天混战，警方成功防守立法院，却造成近百名远警受伤。警政署长陈家欣亲到火线慰问打气。好，辛苦了，那你受伤了。那个第一波攻防在大门口正门上面攻防的时候撞起桌，致赠红包压压惊。为了守住立法院，警方大动员，一口气出动1260名警力，群众蒙面殴打警察，媒体显然有备而来，警政署也扬言绝对会揪出暴力分子予以严惩。三军张哲如谢凤哲台北报道。